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布莱恩的世界，我是 Bryant。 麻烦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然后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帮我按个赞哦，谢谢你们啦。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收行李，还有一些出国旅游的收纳小技巧。那么一定有很多人会纳闷说，为什么要学这个收纳小技巧？行李不就是打开，然后把要的东西丢一丢，关起来，拉了就可以走了，这么简单吗？但是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你们仔细想一想，其实一个行李被收成的模样，其实很能反映出那个人的个性形象。比如说你今天行李打开是收藏的非常的整齐，人家就会觉得你是一个一丝不苟然后非常有责任心的人。如果你行李打开是非常乱，然后衣服都皱皱的话，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邋遢懒惰的人。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也非常重要，如果今天呢，你们第一次跟女朋友或是心仪的女生出国去玩，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你行李打开的样子，他们看到你的行李收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话，在他们的心中你的分数就会加分，这也是让你从一些小细节增加个人魅力的地方。哎，兄弟们，增加个人魅力，这个怎么能错过？所以你们今天要好好的看我的影片，学习一些我的收纳小技巧。那你们也要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这集影片我会送出一个很有质感、很实用的收纳小物给大家，所以记得大概把影片看到最后。好啦，那在研究我们的收纳小技巧之前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你要先挑到一个非常好的行李箱。那今天布莱恩就来推荐一款行李箱给大家。噔噔噔噔，我们的行李箱就在这里。好啦，那这一款行李箱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品牌叫做 George Jensen。哎，你们没猜错 ，George Jensen 呢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干爹，谢谢 George Jensen。好，那 George Jensen 呢其实已经是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已经经营超过了100多年。那么他们是在最近呢才有一个新的支线叫做 George Jensen Travel， 专门做一些旅游实用的东西，所以这是他们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非常喜欢它简约的设计，它的配色我觉得这个配色非常的素雅干净。那么虽然 George Jensen 行李箱推出时间没有很久，但是我发现在机场啊还有路上的能见度都越来越高了，而且还有很多名人都开始使用它，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像一些时尚名人一样时尚的话，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一款。那么我们废话先不多说，先回到我们的收纳技巧吧。好，我们的收纳技巧一呢其实就是这个盥洗包。那么为什么需要盥洗包呢？你看，因为这些在浴室常会用到的瓶瓶罐罐真的都小小的，然后如果你就直接丢到行李箱，它就会随着行李箱摇来摇去，然后最后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然后有些东西甚至会挤出来，真的非常的不好。所以像我就会像这样子把，比如隐形眼镜啦、隐形眼镜的清洗液、香水，然后乳液、发蜡、牙刷，就把它放进盥洗包里面，就变成一个很整齐的一个黑色小包包。好啦，那我们的第二个收纳小技巧，电线收纳。那像我因为身为一个 YouTuber 嘛，我常需要用到电脑，然后还有相机等等之类的。那么如果就把这些充电线都丢到行李箱里面，那有一些线可能容易打结啊，然后或是会变得很凌乱，我自己看了都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都会准备像这样的一个袋子。那收进去之后，这一个收纳袋又很刚好，它是透明的，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你想要拿什么都非常的方便。那这样把电线都收纳在一起，比较能保护到那个电线，就是不容易让它折啊，使用上也比较安全嘛。就要来讲讲衣服的收纳。那么衣服的收纳呢，我一样会准备像这样子的收纳袋去收衣服，你看有大有小，就看衣服是厚重的还是小的。那为什么要有这些收纳袋呢？其实是因为如果你把它折在那个行李箱里面，就算你把它折得整整齐齐，但是经过你去随机托运，然后摇来摇去摇来摇去之后，很容易那个衣服就已经散掉了。所以我就准备这样子的收纳袋，比如说比较厚的衣服用大的袋子做收纳比较好放。至于这种小一点的袋子呢，你就可以拿来放 T 恤。噔噔，这样子让你放进行李箱之后，看起来就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整齐。哦，还有我个人还有一个小小的秘诀，就是我都会准备垃圾袋或是像这样子的塑胶袋去装一些我已经穿过然后旧的内衣裤啊，或是旧的脏衣服，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让我的没有穿过的衣服、新衣服跟已经穿过的旧衣服混在一起，因为我觉得那样不卫生，所以记得要带这样子的垃圾袋去装，这样就会很干净。
嘿、hey, 没错，你被业配啦。那么说起今天的主角 George Jensen， 大家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银饰。没错，这个存在了115年的丹麦设计师品牌就是做银饰起家的。那么因为它的银饰做工精美且有质感，所以深受丹麦皇室的喜爱，而后成为了丹麦皇室御用的银饰品牌。那么 George Jensen 呢，也没有就此停下脚步，还是不断的推陈出新。他们与知名的建筑师像 Zaha Hadid 或是帮 Apple 设计产品的设计师 Mark Newson 等人合作，推出更多更有创意的新产品。那么经过多年的努力George Jensen 在全世界30几个国家已经拥有超过100家的店面了，非常的厉害。而 George Jensen 终于在2018年的时候推出了一个新的支线品牌，叫做 George Jensen Travel。 那我挑选的行李箱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系列叫做 Infinity。 这个 Infinity 系列前面的叉叉设计其实是启发自他们自家品牌的旗下一个产品，叫做 Infinity Cufflink。 行李箱前面的叉叉有永恒的含义，非常的有意思。好啦，那工商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我的收纳小技巧吧。那相信有看我频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个人非常喜欢带一些饰品。那这些饰品我平常都非常的珍惜，所以出国旅游的时候更要好好的收纳保护它们嘛。首先呢，像这些饰品，比如说戒指啊，好好的先放进这种袋子，个别的放进去。想要个别的放进去，是因为不想要它们彼此互相撞击摩擦，然后就会有一些刮痕。然后收进去之后呢，你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硬盒。这个硬盒一样是来自于 George Jensen 他们出的硬盒，非常的有质感，跟这个行李箱是一组的。前面一样有这个印记，就是叉叉的装饰设计。你就可以把你已经装好一小包一小包的放进去。非常完美啦，这样你的饰品在里面呢就不会受到伤害了。好啦，再来第五个步骤，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有兴趣的，那就是我们的鞋子收纳啦。各位喜欢球鞋的朋友们，出国旅游不带个两三双球鞋怎么行？因为每天换一下，然后拍不同的照片，这样才够帅才够屌嘛，对不对？球鞋呢，当然你也必须要把它装在我们 George Jensen 的这一种收纳袋里面。哦，我刚刚没有提到，其实刚刚前面所用到的一些收纳袋啊，这些透明的收纳袋都是来自于我们 George Jensen 做的，真的很有质感，然后又很耐用。那我们要怎么样把鞋子放进去呢？那建议大家要把鞋子这样摆，就是一个向这边，一个向那边，这样是最节省空间的鞋子摆法。搭起来之后，你看，因为它前面透明，它是这种网状布的，所以可以让鞋子透风，鞋子就不会臭，而且你可以不用打开就看到里面的内容物。哎，身为一个鞋头 sneaker head， 一定要好好对待自己的球鞋嘛，不然怎么对得起他们呢？你说是不是？鞋子的收纳技巧一定要学起来哦，666。第六个收纳小技巧呢，其实就是让我来教你一下如何挑选适合自己的行李箱。那么依照我个人的经验呢，我个人是会去挑选这种37开的行李箱。那么何谓37开的行李箱呢？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它上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 30% 是比较小的，它下面这半部分是 70% 是比较大的，所以它不是像传统那种5-5对开，就是从中间切一半这样打开的方式，而是这种37的开法。那为什么我个人喜欢这种37的开法呢？是因为这种37的开法它比较容易装鞋盒。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习惯是，我出国的时候常常会去买一些鞋子，然后就会有很多鞋子的盒子嘛。那相信有玩球鞋的朋友都知道，欸，这个球鞋的鞋盒非常的重要。你以后想要把鞋子卖掉，盒子的这个状况啊，到底有没有这个盒子，都会影响到价格很多。所以鞋盒绝对不能丢掉嘛，然后也不能让鞋盒被压到。那这种37开的行李箱，因为它下面比较深，上面比较浅，你就可以用比较省空间的方法把这个鞋盒放进去。因为5-5开的我自己也试过，我就觉得这样放鞋盒很不方便。我知道有很多人就会说，其实这个鞋盒是可以拆开然后变成扁扁平平的那样子，我知道，但是我比较笨手笨脚的，而且有时候我在拆那个鞋盒的时候，我就会把鞋盒给拆烂，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好。这样放，你看像现在这样子放进去，我就觉得比较安心。你看这样还是可以盖得起来，其实是可以放很多鞋子的鞋盒的哦。如果你衣服带不多，其他东西带不多的话，你是可以放非常多鞋盒进去的。那么这种37开的行李箱其实还有一种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去日本啊，或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的饭店的房间都比较小，然后如果你用那种5-5开的行李箱一打开，你走路的空间就很少，所以这种37开的行李箱你就可以让那个3比较小的那个部分直接靠在墙壁，这样打开的时候就会很省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为什么要选37开的行李箱。再来呢，其实行李箱一定要坚固耐用。我个人就有出国的时候行李箱在
飞机托运的时候被摔坏的情况，行李箱在旅途当中坏掉真的很麻烦。那么至于这个 George Jensen 的行李箱呢，它是使用碳酸聚酯 polycarbonate， 那这个材质比较传统所使用的 ABS 或是 PP 这些常见的材质来说比较轻，但是也比较强壮，所以说使用这样子的材质的行李箱就会让我非常的放心。再来呢，最后当然行李箱也是机场时尚的一部分，你知道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那个明星在机场的穿搭嘛，所以机场其实也就是你的伸展台，有所谓的机场时尚这样子。那如果你衣服你都穿得很帅，包包拿得很好，你当然也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行李箱来陪衬你嘛，所以像这个 George Jensen 的行李箱很现代，然后很简约，非常时搭的行李箱，就让你的整个机场的穿搭搭配看起来非常的和谐时尚完美。George Jensen 这个行李箱呢，还能融入一些客制化的元素，你看它可以放入一些你想要的字母，还有一些你喜欢的小图案，然后做一个皮的标签的客制化，就让你觉得更有专属感的感觉。好啦，那我个人其实真的对这款 George Jensen 的这个 Infinity 行李箱，我觉得不但是实用坚固，而且非常的时尚好看。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会把他们官网的连结放在我的那个说明栏里面。那么这个 George Jensen Travel 的官网，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大小、各种颜色的行李箱，然后它从登机箱到可以托运的行李箱，各种尺寸应有尽有。好啦，那大家期待已久的抽奖，那我现在就要来跟大家讲咯。那我们这次要抽出去的呢，就是我刚刚用来收纳饰品的这个 George Jensen非常高质感的收纳硬盒。那么我会在影片上线后的一个礼拜之后抽出我们的幸运儿。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参加抽奖的话，必须要做到以下的三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必须 follow 我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去我的 IG， 然后按追踪。第二个呢，是你们必须要这一支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然后写出一个 George Jensen 这个行李箱的优点，我想要看一下大家的意见。再来第三个呢，是同样在这个 YouTube 影片下面的留言，你必须要加上 George Jensen Travel 的专属 Hashtag， 那我把 Hashtag 放在这里。那你们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呢，然后又在一个礼拜之内，你们就可以参加这次的活动。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成为这次活动的幸运儿，因为这个东西我自己个人也非常的喜欢，真的超级实用。好啦，那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然后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你们自己有什么收纳小技巧，大家做个交流。谢谢你们的收看，下次见，拜拜。